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举行盛大记者会，公布连串制作项目和业务发展计划。华人文化控股集团董事长、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主席，邵氏兄弟作为亚洲电影业的翘楚，地位举足轻重，所以今次记招，不少政商界名人都有到场见证这个这么重要的里程碑。除此之外， TVB 作为影视圈人才的培训基地，一直以来培育过众多电影人才，包括国际巨星、导演、监制等台词幕后的精英，这个优势必将成为邵氏兄弟的力量之一，对电影创作、拍摄以至艺人资源提供强大的支援。这日过百艺人亦盛装打扮来到记招现场造势，人才仔仔声势浩大。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刻，当然要留影作纪念啦。最后所有来宾齐齐上台影大合照，为记者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啊。见到影视界前景这么好，有这么多机会，一班艺人当然好。黄宗泽有份演出的幕后玩家现在就热播紧，而嚟紧佢又有新作推出，还有机会再同三哥苗侨伟斗戏添啊！听到话有个飞虎，即系嚟紧会同阿三哥、阿 Ron， 仲有阿黄敏德，咁快讲晒出嚟咩？系啊，唔系秘密嘅咩？秘咩密？冇秘密啊！咁开心嘅事系咪先？咁啊系，咁啊系，冇错，即系我哋会合作一个，即系因为飞虎系之前都拍过啦，咁但系我哋今次會再加多啲一啲特別嘅元素落去，咁啊，即係唔係單止好似我哋之前嘅飛虎咁簡單啦，即係之前已經好收得啦，咁啊，再拍一個網劇咁樣會更加有新嘅元素俾大家睇。又同三哥合作喎，你最開心先呢個，直頭係冇一定，即係一聽到三哥，我本來唔接㗎，係咪啊？阿三哥阿志我先接嘅，我睇大口头嘛。哦，就讲笑啫，讲笑啫。跟住好兄弟阿 Ron 同埋有阿黄敏德，佢之前电影又拍开飞虎啦，直头系冇一定啦。啱啱攞咗新加坡视帝嘅陈展鹏呢日官仔骨骨，精神奕奕赴会，真系睇唔出佢呢排成日挨更抵夜啊！你好，我知你近排都忙到不得了喎，同文化城点啊？而家系啊，如火如荼啊，系啊，呢排日日都要开嘢啊，拍好多动作嘅戏同埋一啲气氛嘅嘢。系咪话佢哋你而家经已系一个动作演员？你同阿定欣？其实个都系嘅，不过就即系。一有功夫啊，動作見到帽子咧，咁見到個師傅咧，咁就唔會話有啲乜嘢特別變色嘅個樣子，因為都知道係要喐噶啦。就同其他劇唔同咯。其他有時間唔中嚇、啊，又見到帽子，又見到帽子，又見到帽子，咁我哋而家基本上帽子同導演啊，我哋係連為一體嘅。